出来吧。如今都统大人可是战南城御前的大红人，日日得在天煞王跟前候着，想见你一面越来越难了。不过这红烛罗帐闺房偷会倒是也别有风景。你怎么不躲到床下去啊？我觉得更适合。是吗？不如一起。你，我跟你说啊，嗯，今天战北恒看到我了，我觉得他会坏了我们的事。